众向您介绍 Fresh Air。究竟 Fresh Air 跟其他的空气清净机有何不同？大多数的空气清净机只是很努力地将空气中的灰尘吸出来而已。然而，这只不过是 Fresh Air 的第一步。Fresh Air 能做的比这还多更多呢。Fresh Air 能其他一般的空气清净机所不能。一般的空气清净机无法消除附着在墙上的霉菌，或是附在您电脑表面的细菌、病毒。可是 Fresh Air 可以。一般的空气清净机对于顽固的气味，如宠物的体味、油烟味、垃圾的臭味和烟味，能处理的很有限。Fresh Air 对处理这些气味的问题游刃有余，更别提那些来自您的地毯、油漆、木工、清洁剂，还有各种喷剂的化学气味了。很多普通的空气清净机都没办法一次有效地解决上述所有问题，只有 Fresh Air 能一次通通搞定。 Fresh Air 所采用的太空认证科技能解决各种空气品质的问题，甚至远远超过一般的空气清净机所达不到的效果。 Fresh Air 的活性净化科技能散播净化分子，进而消除各种过敏源，如霉菌、危险微生物与病毒，一天24小时守护您。 Fresh Air 活性净化科技能消灭物件表面的微生物，门把、厕所浴间、厨房的橱柜、墙上的霉菌，还有茂密的沙盆。重要，若您的过敏是由灰尘与花粉所引起的，请特别注意哦。 Fresh Air 的电离子系统经证实能有效消除空气中的灰尘，较灰尘自行坠落的速度快100倍。换句话说，这将大大减少进入您肺部、鼻腔与眼睛的灰尘侵扰。报告实验测试刊登于空心平和研究报告，此项实验测试之审查标准相当严格，刊登于环境科学与科技学报。 Fresh Air 活性净化科技经实验证实能有效对抗现今已知具危险性且致命的微生物、病毒与霉菌、禽流感、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诺沃克病毒、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芽孢杆菌、链球菌、绿脓杆菌、李斯特菌、白色念珠菌、活性净化科技能消灭不佳的气味、烟味、宠物气味、食物食材的味道、垃圾臭味、经久不散的油烟味、霉味、腐味，让 Fresh Air 来对付它们吧。在前24至48小时内即可体验到显著的差异。 Fresh Air 活性净化科技能有效对付刚落成的新居中或是新装潢中常蕴含的化学气味、新地毯的味道、刺鼻的油漆味、粘合胶、化学剂品的气味、
合版的味道，水泥味，让 Fresh Air 来协助您处理这些问题吧。哇，感觉好多了。 Fresh Air 利用自然的元素，包含氧气与水分子，接着催化二者，进一步消灭金属微生物与霉菌，同时还能有效消除危险的化学物质。当净化工作完成后，这些净化分子会再次转换成氧气与水分子，纯净、安全，而且操作简便。Fresh Air 的活性净化科技能为您的室内环境注入大自然的纯净元素。是否了解为什么 Fresh Air 能在众多空气清净剂中独树一格了呢？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Fresh Air 的实际花费，以及为什么相较于其他一般的空气清净机， Fresh Air 会是您的物超所值之选。一般空气清净剂常见的问题有：能处理的范围有限，约5至17平，也就是说在您家中可能得堆上一整排的空气清净机。换言之，56平大的空间就需要购买12部的空气清净机。庞大的机器不但得占掉不少空间，而且还不包括您得定期购买的滤网以及保养费用。只要一部 Fresh Air 就能处理80平的空间。Fresh Air 不但能为您看紧您的荷包，而且还能为您付出的更多。 Fresh Air 轻巧简便，仅31公分高，23公分宽，重量也才不过7公斤，但是却威力无穷，能处理约82平左右的空间。一般空气清净机常见的问题，请留意那些所费不资的替换滤网所带来的额外开销。过了一段时间，您花在购买滤网的费用已足够购买一台全新的空气清新机了。 Fresh Air 的滤网只需要简单的以吸尘器或清水清洗即可，在正常使用状况下完全不需要更换滤网，并有可更换之滤网可供选择。一般空气清净机常见的问题有：耗电量高。请记得，使用的空气清净机越多，也就代表电费金额越高。每一部都需要耗电的吸取式风扇，将空气抽送至昂贵的滤网耗材中过滤。依照不同的设定模式， Fresh Air 仅需要40至90瓦的电力。一般空气清净机常见的问题，完全无法消灭附着在墙上的霉菌以及各种表面上的微生物，请将这些费用接触这些致病的霉菌细菌株风险加总起来。Fresh Air 能有效防止对抗危险的霉菌与微生物，详细内容刊载于同行评估报告中。总而言之，只要一部 Fresh Air 就能处理广大的空间，替您看紧您的荷包。 Fresh Air 仅需极少的电力就能有效的处理大空间，为您节省电费有一套。Fresh Air 用少少的钱保护您免受霉菌与微生物的侵害。 Fresh Air 不需要更换滤网，为您节省开销。 Fresh Air 让您也能呼吸到